呢個 Man in Black 哇，撞邪啊你哋！一個二個對住佢擘大個口，咁究竟佢係乜東東呢？俾三秒時間你哋估啦！醒喎，估到佢係部相機嚟，但影出嚟嘅效果係點？相信你哋估唔到噶啦！咪心急住睇下部机先啦 ，Ricoh 最新推出嘅呢部 Fita 相机，唔似得一般相机咁，净系影平面相噶。最搞鬼嘅系前后都有个180度鱼眼镜头，一揿掣两边镜头同时影，再 merge 埋变成张360度球体相，仲可以咁玩添。拍到十足嘅咧，即系如果张相能够影完出嚟玩到咁样样嘅时候，其实求其揾个景影已经好型啦，成件事。我觉得呢个嘢咧最啱就系成班 friend 去开 party 嘅时候咧，咁围埋一齐影360。你最估唔到嗰个 function 咧，原来系都几好味。当然讲笑啦，部机主要用 WiFi connect 手机或者平板用，再开埋专用嘅 apps 就影得相。仲可以即时 upload 上社交网站，但想睇360度转动效果，就要先 upload 到专用网页，咁就有啲唔方便啦。而且画质都系一般，喺黑啲嘅地方冇乜 detail 位，同埋冇得拍片，要成4000几蚊部都唔算平㗎。